如果有一个光源，一张纸是这个样子，两张重叠后，三张重叠后，不同的层数会有不同的色彩明度。理论上，只要层数足够多，细节可把控，那么我就能用光来画画。理论存在，实践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把这不同的厚度如同调色一般混搭在一起，找到合适的光源，于是便有了这张用光画的画。